左总，坐，怎么了？公司同事那么多，怎么总叫我加班呢？累了，发牢骚了？我就觉得吧，很不公平。你从学校出来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世界不可能公平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你女朋友是不是快结婚了？啊，这个你是怎么知道的，左总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别哭啊你！我跟我妈吵了一架。是因为房子首付的事吧？是啊，他们好不容易同意我们结婚了，但是现在又没有房子，他们又……别着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房子首付马上就攒够了，还有几个月，我努努力肯定可以的，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你不是说你要拼一拼吗？这就开始发牢骚了。这是你一个月的加班费啊，左总，那么多钱啊！我要想帮你，总得想个理由吧，一个女。